那这一盒的话是老辣丹珠的设计款。那这个配件的话是同配，这两颗是同配。那上面的部分的话也都是蜜蜡啊，金角蜜的一个藻珠，两颗金角蜜的小藻珠胁迫。然后看一下后面的结尾，我们先直接看结尾，等一下再来看主题。结尾后面也留个小滴溜。啊，你如果是到时候你这样戴上去，后面的部分的话也留了个小辫子。我们来看重点的部分啦，重点这颗，啊，这颗的话也是老辣，也是送去做地大鉴定机构证书哈，证书编号后五码是00556的。那含标签跟绳子的话，总重量是14.43克，好，天然的流淌纹哈，这边有钢标的。正儿八经的中国地质大学鉴定机构证书，来看一下这一颗，这真的是老蜡。你看这个风化氧化的颜色部分，就跟它跟新蜡不一样。啊，它的颜色的部分就比较深，好，但是无伤不老蜡，它的表面上会有一点点的小伤。嗯，这颗的部分的话，其实真的很不明显的，没有什么小伤。挺完整的，哦，那也是会有一点点橘皮纹，这边有小小的小洞洞，啊，因为带有点天然的橘皮纹嘛，氧化后的橘皮纹，啊，那这边这个蜡的部分的话也是很实的，你看这个感觉搓搓都可以搓出油，啊，就感觉非常的油润，好看。这个男生戴女生戴其实都还是蛮好看的。好，很有特色的一颗。啊，想要做款的部分的话，也都可以参考这种做法，好，单珠的做法。它这个设计的部分其实真的是，也是越看越好看。有那个藏式风情，然后后面的第六部分也是留得很长，后面可以调整尺寸的。然后这一颗的话，这一条的部分的话不贵，这一条2250买这一颗大珠径的老辣丹珠大概就不值了吧。这一颗丹珠的部分的话，起码外面一些卖老辣的直播间的话，就可能一颗就可以卖你3、4千块了，接近20米哦，19.2米，好，而且它这一颗的话，表皮的部分是非常的完整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伤的，好，所以它这是也是它的价格部分这样子是真的很 low，因为这一整条的话才2250。而且这颗的话，珠径那么大，19米的珠径，哈，基本上没伤，看，好好看，还附这个地大证书，哎呦，错都是一条一条送去作证的，00556，